清明南下塞塞塞，南港系统苏花改南下路段一早车流就回堵了好几公里。针对31个牧区啊，这个附近的交流道啊，我们特别加强监控，好，严格的移控。这个部分开放路肩。台中清水休息站中午聚集不少人，出游民众很多。国道1号、国道3号部分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，一度出现紫爆的大塞车情形。丰原交流道这边都车多，那接下来的话是从王田一直到圆岭这边，时速的话，这几个路段的话，时速应该都是到60公里以下，还会到达20公里以下。高工局预估4天连假第一天最塞，鼓励要南下的民众中午到傍晚再出门，比较不会塞车。建议民众出门前可先观看1968高速公路即时路况，掌握车流情形再出门。